领哨捕是俺答从子，在青海地区兵强马壮，曾于万历十六年进攻南川，杀死明总兵李逵，很是骄傲，亦有清中国心。当他得知清把都大败，便认为田乐势胜于东，必不暇于我，我得胜大可要顺义之绝，似不失报清部之仇，且西宁之藩可以尽收，无郡可图也。荣少卜的野心很大，企图将西宁周围藏族全部收为义属，进而占据河西五郡，想以此要挟明王朝封他以顺义王等爵位，一统蒙古诸部，遂决定后先虚实之计。在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之时，趁明军防备之虚，从南川进攻西宁。此时刘敏宽、达云、龙英等将领早已按照田乐的部署，从各方面进行了军事准备工作，并继续用正落之计对藏族进行卫府团结。八月，藏族西纳族、索南列斯巴、纳布尔族完卜等将荣少卜的计划报告给了明军，兼收通判龙英提出将击就计，诱敌入峡，在正面短兵相接，敌后左右伏兵合围的策略，刘敏宽等采纳了这一建议。九月七日，荣少卜派遣五十余骑侦察兵来到南川尼尔朵峡，八日刘敏宽率领汉藏班兵进行布置，由碾伯守备郑树、中军李可爱率兵一千屯于启达旗地方，古都守备邓荣祖率兵六百屯于阿銮堡，西宁土司把总齐秉忠率兵五百，中军百户夏孟明率兵两百五十，分别埋伏于聂尔朵峡左右。又派西纳、纳布尔、申中等诸藏族部落首领率兵截击于峡外，绕出敌军之后，等敌军败逃时截杀，而由镇海游击白泽率兵两千为中应，达云率两千精锐屯于南川门，北川守备于世威、镇海中军杨贵率兵九百与达云策应，同时派使者通知永少卜，允许其于次日进入南川款式，但不能带铁骑精兵。九日晨，太阳刚出山，永少卜的大将巴多尔恰应邀，率一千余骑进入南川，大叫：“与我狂呼！”意在挑衅性试探，而将另一千骑骑兵伏于后，以防明军从背后偷袭。当荣少卜先头部队刚进入峡中一大半，四面的明朝伏兵四起，报！将领白泽与麾下藏兵截其后，纳布尔藏兵从左侧进攻，申中、龙卜等藏兵从右侧进攻，而达云率骑兵从正面短兵相接，杀身震天，鏖战激烈。
部骑兵见被困，于是阵脚溃乱，前后冲突，魏人突围而去。回族将领达云身先士卒，与阵前斩杀了前年在南川杀死总兵李逵的蒙古大将把杜尔恰，还在抵抗着蒙古军见大将已死，斗志大损，各自逃散。到中午时分，战斗方才结束。此次南川峡谷之战，获遗级639，而位于后方的1000蒙古精兵，听到前方杀身，赶来支援，不料却被藏兵包围。蒙古兵大部分逃走，藏兵乘胜追击，一路俘获大量牛羊木栅。战斗结束，刘明宽即传令白泽率兵赶往镇海营，移兵守隘，以防永少部等趁西川空虚进袭，并指挥喇布尔等藏族部落协助防范。果然在第二天，蒙古兵500余人从拉沙尔西山岭潜入，被击退。12日，蒙古70余骑又从西石峡而入，也被击退，前后共斩首50余克。这次南川之战的胜利是由通判龙英精细筹划，刘敏宽总指挥，达云率官兵和西宁土司兵藏族部队联合作战的成果，对嚣张的永少部给予了沉重打击。无论为九边近日所罕闻，即自成祖三黎夷亭以来所仅见着，当捷报传到北京，兵部尚书石兴称道：“真是树壮有九塞，岂直注京灌于两河。”神宗皇帝也大为高兴，再次遣使祭告郊庙，拨银以千两，派使者到西宁宴劳将士。